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台九团队游戏直播间，我是康啊。那各位观众，请看，我们李阳一直因为旁边的蝙蝠在干扰，所以头一直走来转去的。这位大哥，他很想知道我们在干嘛。Welcome， 你等一下就不知道了。我扒开了一桶塞了一大堆物件，我的也是东西吧。哎，好像哦，对对，吉祥三样没必要。等等，必须要买一样东西。Is that all? Is that all? Is that all? Thank you. What are you buying? 不写了，买面不写。哎，哎，新的散弹呢？嗯、啊，哦，这个好像好帅气的散弹枪。What are you buying? 看来可以考虑换看看了、啊，说不定功能是连射。哦，那个帅。哦，说不定哦。好、啊，那我就换这把。啊，哎呀，把卖掉。What are you buying？ 这把。Is that all？ 它比较小一点，空间也比较小。哦，这还不错啊，来试试看这是。Thank you。试试看开枪是什么东东。What are you buying？ 说不定是流弹。然后把它改造一下吧。Come back anytime. 好，好，来看看啊。哎，这边有一个皇冠，先留着，先不要把它卖。有些东西我发现它可以组合之后价钱更高。好了 ，Let's go。拯救那个什么，我要怎么形容那个女主角？雷霍女主角。哎、欸，哦，他的视角，怪物的视角，小心点。我后面没东西了。不是后面，应该是前面吧？前面吗？但是他刚才是从我上来的地方。那么就是，哦，线很，你赶快跑。我正在跑。不让你，不要来找我！我只想要过关，不要来找我。过关之后就要换新的游戏。没有，有家伙吗？该不会那也算是 BOSS 战？不要来抓我！不要来抓我！啊！不要来抓我！那个好刺激啊！可拉，这个好刺激啊！他用冲的、欸，啊！赶快！如果你要是被抓到，我大概猜到会怎样？到底要怎么搞定他？这什么 ？LN 二，这下 ，Miss 二嘞 ，Take。液态弹哦，液态弹，对，它上面好像写的是液态弹的那个 L N 2，对不对 ？L N 2，我来去找看看。沙瓦高是 L N 2，我怎么觉得好像那个好耳熟的字？我之前就已经国中自然的时候有教，就是液态弹。我看看哦，它上面写着。哦、oh. ，我有点怕怕的，因为那个家伙已经在这里。先来搜一下有没有东西，没有吗？哎、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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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没。恶心啊！对啦，液态氮是 LN2。哦，对啊，
所以我要用 L N 柱来对付他嘛，对不对？哎、欸，差不多。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打他。有。哇哇，幸好我看到了。把这个按下去嘛，对不对？不是吧？不是吧？等一下，fuck， yellow green， yellow green， yellow green， 等一下，我这个先准备好一下，我怕他会直接把我撩下去。不要啊！直接送你自杀！哎呦呦呦呦！不要！我操！太大才对付鸟了。好，所以啊，当然，这个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如果是直接碰到的话，你的皮肤会瞬间冻伤。没差啦，反正游戏。咱俩 Slenderman， Slenderman， 我闪！哦，靠！你忘记你新的武器哦？我新的武器我还不想拿来用，对不对？我闪！哎呀，这样。哦。我先去拿了，快点开门呐！快开门！丢他丢对着他丢那个燃烧弹会不会有效果？等一下，等他过来，等他过来。哎，来！哎，没中。好，中。快点，对他的脑袋开一枪，说不定他落点就是那个白色。好，耶。哎，真 bug！ 哎，要这样，有打到你。可以。哦，看他帅气的，幸好我反应快。这样，哦，来了。他坏了。哦，就在我后面，真是的。我不可能残血了，完蛋了，我是真的要拿钻石，我拿这个总行了吧？可以，我斩，对他脑袋开个两三枪了，加油！好，你来啊！这东西太大，加快嘞，加快你。喂，趁机！死了！耶！看来这把武器真的太痛了。哦、，yes， 我终于过了。手好抖啊！啊，那种东西。
东西那么难对付？哎，他旁边是不是还有一只啊？这世界。It seems that Salazar is having difficulty taming the American pig. Salazar had his chance. Krauser, go get the girl. Oh, and dispose of the swine while you're at it. Consider it done.他谁啊？哎、那我们章节就这样结束了。早知道上次就先在那边结束了。好了，四之一已经结束了，那下一个就是四之二，那我们就四之一吧。特饶瑟，我只听过特饶瑟。好，再次请我们的小枪出场。哇，又是你啊！上场没有把你干掉，不要先干掉我。好吧，我想要先来赚一下钱。哎，这是什么？啊，已经在说那个什么，那个是来自哪里的？好吧，先要赚钱啊，赚钱晚一点好了啦。Welcome. Got some rare. What are you buying? 好。What are you selling? 卖掉一些东西。这个都要留。Is that a win? Thank you. Is that a win? 最好又可以组合。Thank you.What are you buying? 不是，不是刚才储存过了。Is that all? 你还要储存？好吧。Thank you. 那个，等一下。What are you selling? 我又发现那个皇冠的那个东西。Is that all? Come back. 皇冠。对啊，放在这个再加。哎，真的可以储存。临时存档的东西吗？还是临时吧，临时存档。哎，那个很重要哎。对啊，我知道。不要用掉，然后赚一下钱好了，不然我们钱太少啦。这样要考验康纳的枪法。可以啊。好。Right by。准备。看这个。好。从 A 模式开始。哎、靠！为什么没中？差点没中。加一排。加两把。25，好，再一次，好，等我哈 ，A B C， 哦，冲锋枪，我随便射一射就中了，等我啊，25，天哪，这个，那算了，什么？还是抢来，啊，中了啊 ，baby。再来啊！哎、，baby 小人来了 ，baby 小人啊，靠！哦，加500，一个暴击，对啊，暴击，加我，
可以拍的。打不到，打不到，啊，不好，好，搞定，耶、yeah! yeah! ，好，啊，嗯嗯 ，ending game， 好，好，我看一下多少，好吧，没啥币，还他的。好了，继续前进吧。Yes, 我们已经逍遥的够了。哦、这里是哪里呢？有条隧道，深邃隧道。前面有两个老头，看起来很老队。哼！你还护？来来来，来来吹，来吹！啊！哦，怎么了？为什么不说换春联？你说什么？春联？对啊！来看我！啊！给你的礼物就是爆炸！村民我就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他们都很好对，会有东西。哦，有钻石，他们就没啥好怕，只是我怕是会有那个丢东西的会比较难对。哦哦哦，你看，就这个，就这个。上来，哎、欸，老套吧。啊！哦哦哦哦哦！啊！怎么掉下来？啊！我们就用那个，哎呦！啊！哦，等等，我知道这个不。他不是我兄弟，所以我大概能猜到，一定是他是。哎、欸，这样也中。啊！中、欸。这胖子就应该问。你再下去，下去。啊！胖子是最该问，他已经丢我几次了，我最讨厌小屁孩扔东西。爆头。靠！还有吗？还有啊！啊！没了吧？还有吗？还有一个。来呀、啊！来来来来！啊！滚出来！别闹！哎呦！炸药！对啊 ，TNT。扔斧头就算了，还扔炸药。他当做他武力怕啦。武力怕。盗版。盗版武力怕。哈哈。哎，还有谁？哦，还想扔啊、哦？小屁孩啊，还想扔啊？啊、哦！
上来让我教训你。Go ahead, Lo. 啊！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Te voy a hacer picadillo. Vamos a ir ahí. Papá, me siento ahí. Hey, cara, vos ya, tan chida. Por favor. Ay, cara, yo pensé. Pero en la mesa, yo no puedo. Ah, 我这边有风扇啊。哎，等一下哦。哎，玩兔水有声音吗？有有有，啊，继续了，继续了。OK。哎呦，小屁孩还想扔我东西，不够了，我最恨小屁。你们可不可以死一死去？啊！干巴的，卡疼哦，太疼哦。刚刚我的声音有很清楚吗？有啦，只是好怪。怎么说？没办法啊，这里的麦克风跟我本来的麦克风不一样啊，平板的麦克风又怪怪的。你好像变成夏威夷。哈哈。What？ 对啊。啊，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哎、欸、，Impossible 啊！哎、欸，我看到那边有两个东西，有、哦、两个胶。好。Go. Un forastero.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小子。要好看着康纳的。哎、欸，应该说跟随看他的指引。没有没有，哎、欸，把你踢上去，再来跟我一决胜。好，死了。啊，老头子啊，有时候也会变成小。哎、欸。他、啊、扔哪里呀、啊？我的。好，搞定，打他的手。打他！哎呦，我拿到闪那个麦格龙的弹药。嗯。开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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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加护。好。然后现在我平板怪怪的，会闪黑。我的。盯得住了，怪怪的。我的平板不时的闪黑。好，搞定，好，搞定。嗯。啊啊！我喷不了，我喷不了。我该怎么做？是我哪里有手？哦，这里呀、啊。哎，等等，康纳，你不是用电脑来开 Skype 的，对不对？我是用电脑啊。哎，这样这将会有发生一件事情，你看得到我 Skype 的画面吗？没有呢，我没看到。啊，你有吗？没有。啊，那就好。啊，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我发现我把我前面的镜头遮住的时候，
画面直接黑掉。对啊，没有开的话就不会有那个画面。嗯，好，这样我知道了啊。好，我声音。不是现在啦。哦、oh, ，shit， 这不是那个吗？我记得你前面好几集之前的，那个。哦，德州电锯，德州电锯啊！我掉下来了。神奇！哇，一直开枪，好痛！哦，完呢！枪甲炸弹二。哎，这是什么巴拉？好恐怖，红爆弹。对啊。飞好远了、对，这把散弹枪好好用。哎，当然的、啊。连发速度快，而且杀伤力又强，屌爆了，屌爆了。嗯，那你就可以把。屌爆了。可以。啊，这你可以把旧的那个散弹枪卖掉了。卖了，早就卖了。卖了。然后，哦，我知道，这边。好，搞定。然后再把那个东西拿来。大爷。啊 ，TNT。夏猫，努力怕来哦。狐狸炮来啊！狐狸炮来啊！看了的，是啊，哈哈，看了的屁，哈哈，哈哈，下去了，好了，搞定。然后，哦，哦，你那边风声好大啊！排水，对，这里有那个。哦，狼的风声。这可能是康纳的风声。嗯。我要怎么把它消掉？啊，我知道了。哦，这边是又有一场大战。哇喽，狼哎哦，啊那嘞，这边好厉害。啊这样，啊这边有没有？比较好了。很好。哎，这大字。哦，好好玩哦。好吧，应该就是往那个大门去。反正在干嘛？哦，我懂了，是要开这个地下的门。难怪要开地下的门。为什么？我才刚把两只胖虎解决，现在又要解决这两只胖虎？把它丢进了悬崖就好了。有点高高架。你打我！突然你的火箭炮用掉了啊！对哈。为什么不要跟我兄弟 A？ 我要等一段时间才对。救命啊！
式料理就这样子完成。对啊，今天的料理单元就是如何料理。Popcorn in popcorn， 来嘞 ！Fire！ 这个很威吗？来啊！不是很威吗？啊！绕圈子给你啊！该不会 CD 时间还是次数已经刚好到了吧？不是啊，已经有一只在下面了。那我不能，我只能哦，所以我只能干掉他是不是。啊，看来是凶多杰。对啊。等你要浪费多少？哎哎哎！啊！等等等等等等。对，要单挑他啦。那你就跟他玩实战。拿草本，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可以。先，小蓝。请他看我们啊！对啊，中，然后跑出来啊，中了，我就上去，三哦，啊，这样，来。以上是今天康纳所带来的如何处理食材的方法。哦，康纳被食材打死了。这行不行？这行不行？这可以了吧？我连续砍他几次，他才会死啊！我好多时间花在这里。吃小红哦，那是小黑吧？小黑嘞，哦，有了有了有了！哦，爆头爆头，有了有了，中了中了！哦，那就骑上去，砍他马马！啊！哦，有了！看来应该砍了个三四次吧。快点，你快点死一死好不好，大哥？然后这个员工应该行。哦！开他脸！等一下你试试看用那个散弹枪打他的脸，说不定丢了好慢。哎，哦，中了！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近了。哎、欸！不要啊！哦，已经撩我两罐了。嗯。Okay. 这还有小东西，看他正在独自打巨人中，一定要看他背后，背后。哦，有了，再打一发，然后呢，上，去，啊！死了吧你！好，要挂了吧？哎，死了，死了。那就怎么办呢？不过我的兄弟居然没有卖弹药，这是一个很重。对啊，你这样应不应该啊你啊？同为兄弟的人、欸、居然做这种事情，卖枪不卖弹，没办法，因为作者跟我讲说不能把子弹卖给你，所以他就不给我卖。我看到有虫子飞。哦，射击预警哦啊！哎呀哎呀！卡纳似乎又触动了警报。给你们瞧瞧我的新玩具啊！啊，新玩具！啊，Go this game。哦，终于有给药，终于这次我要水，这是什么？这个石碑看起来好。哦，该被用土吧。电灯。哎，下面某种提示。哎，还有哪里？稳定。那边。这边，左边，哦，那边我看到了，来、有在飞的，就算我画面模糊，稍微看得清。哦，两件。下来，躲开。哦，他死掉了。啊，这个是有点厉害啊。哎，喝了，我清晰了。哎，还有几颗。OK 的，哎、欸，这边完全就是等于要我补。哎呦，哪里、啊？下来！金章砍他的头头。没有没有，只要在他们在飞的时候把他们打下来。哦，好近哦，好吵啊，直升机啊！生物版的直升机，不是机械版。以为直升机，那这在干嘛？这在干嘛？这刚刚在转圈圈，来，我用放大镜给你看一下。我看看，这在干嘛？你看，他在干嘛？八颗弹，那他，我跟你讲，他自己在开轰趴，个人轰趴，个人轰趴。在那边跳舞啊，个人轰趴，我这样有点难调他、欸，可能是不小心吃到什么药啊，春药也不是这样啊，哎、欸、没中，不要浪费，干掉，中了，中了，哎、欸、没中，还活着，差点发给你，哎、欸，让我帮他配音一下，喂、欸，林北底下跳舞，哎、欸、跳就送了呢，那熊熊 Q 爬。被挨了两枪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的。第一下是这样说，第二下说靠腰吸几嘞。哎、欸，这是什么？哦，神殿啊，不是神殿啊、哦，那个一种。所以是
怎样？或是怎样？说不定有什么钥匙吧。又是这种 RPG 类型的，开不完的门跟拿不完的钥匙。怎么又有了？哎，刚才那边有没有闪亮？地下有看到吗？我知道，但我前面有一只虫子。虫族。虫族入侵。嗯。下雨了，碰到下雨了啊！要去死。哥啦，离任何怪物离你很近的时候，用近战卡，让你不要生一些子弹。不然的话，他近战的话，他会自动一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会自动一个 cube 会让你让你去用，自动触发了。对对对对。什么？没了。哎，这什么？按下去。嗯。Open， 有光吗？好亮，这样来，好亮。行，我们的弹药多一点。嗯，好，超级省钱。我好像听到不好。哇，算了。等一下，救命！救命！呼叫塔台基地，他们出动了大量的眼镜蛇战机，请求立即支援。请求立即支援。我成功的将眼镜蛇战机轰起来。我从没看过那么弱的眼镜蛇战机。笑了。这还有东西吗？我想要先捡完再进那个洞。哎，看到了，看到了。在这边慢跑，收集弹药。目前只有我手枪弹药最多。对啊，没办法啊，游戏作者就是送你手枪弹药，特别多。按过了，这边来过了，那就是下一个点，那个洞。对，对，那个洞什么意思？救命啊！我说错了没？啊，我要说错你。你要说那个门？对啊，那个洞啊，一根筋洞啊，对不对？他说那个门。康纳又错你。没有。康纳错了你。没有。换下去。好，这样就两个光都已经照亮了。哦。哦，好亮。好亮。哦，对亮。这是什么诡异科技啊？他该不会要跟我讲说用反射原理，然后？导致这样吧。大哥，哇！响尾蛇战技，响尾蛇战技。这些都是生物版的响尾蛇。响尾蛇战技。搞定。刚刚他们躺得好安详。OK， 我们完的，这是什么中古世纪的陷阱？中古世纪的陷阱，好弱，对，好弱。犯罪小孩都知道的。
果是我做的话，我会记得还要再加一个东西。啊、旁边你要之前还要加一个小小的。哎，啊，给我打起啊！Come on, you are dead。奇怪了，奇怪了，我不知道那边有第二个哎、欸。Come on, 这个就是一个刚开始让你误以为很简单的陷阱，其实后面还送你一个更好玩的陷阱，所以就死了。哪招啊？You are dead。在这了啦！哎、欸，拉杆！哦，还是有个剑的。啊！刚才死在那个小孩子陷阱，真的有个悲哀。呵哇！哦，又拿到了，所以我们国王王冠又有重点啊！哦，王冠临时存档用的。好、哦，搞定了，我看一下。哎，对，我们三个都已经凑齐，好，这可以卖掉。剩余。哦。啊，那我们这章节也已经结束了，死了一次，死在这个无聊的小孩子性。好吧，那我们这集时光就先到这啦，各位观众，拜拜啦，拜拜。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子。OK，OK， 嗯，哎，悲哀，淡淡的。哎，有东西，我先拿一拿。Little from Ada， Ada 点心。好了，就先这样吧。